但凡是民生重要议题，这是根据着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的资料显示，今日上午九点，埔子和新港的监测站 PM 2.5 细菌负微粒的指标拢是十，达到自爆的程度，而且总共持续几多天，好个民众减少多次。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资料显示，西北部地区受扩散条件无好影响，细菌负微粒浓度偏高。十月十五号早起九点，埔子监测站 PM 2.5 细菌负微粒浓度达到145微克每立方公尺，是全台上悬。新港监测站 PSI 值为115，是全台上悬。空气污染指标达到不良程度，比较其他县市严重。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提醒 ，PM 2.5 止步时，一般民众活动建议，如果有无舒适、目睭痛、咳嗽、咽喉痛等，应减少体力消耗，特别是减少户外活动。敏感性的族群活动建议，假使有心脏、呼吸道以及心血管的成人或者孩童，以及老年人，应避免体力消耗，特别是避免户外活动。有下骨的人，可能要增加使用吸入器的频率。新闻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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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